来 ，Hello， 来进来，嗨，终于摄影师出镜， Hi、摄影师终于知道怎么，你是幕后的摄影师，摄影师终于知道怎么就是录自己了，以后多录点自己。哦，好的，来说一下今天干嘛？我们今天呢要去，你看镜头，我们今天呢要去当义工，照顾老人，照顾几个老人呢？请看下回分解。可以，他留了悬念。啊，乖乖，来看看这人的表情。你乖，只要你乖，给你买条街。这变态阿姨。上来，小咪咪，猛虎上上，四只，四只逗猫猫。哇，它就温柔的玩，你不像其他的。你看这个凶猛的野兽，这个也是野兽啊。雪莉，医院每日老年人，反正我们在医院。就有没有比如说在翻身啊，或是在抱去洗澡，就是这些行为过程中有没有什么感觉比较难的，就是想要我们改进的之类的？难的是不是啊？难就根据这个，就是比较累啊，比较难。我能感受一下，我想体验一下这个。没事，没事。你躺下，这，这。哦，我可以这样子哦。他也可以出门，你。嗯，我可以推着出门。你。哇，好舒服。是不是啊？是不是呢？是的。要想怎么这样就怎么样。那如果我现在要再坐起来是什么？坐起来我呢？嗯。这个是换这个档。再换这个档。那是不是如果老人家要起来，就腿要先还是先这样子，就不能放下去？看手机，你们经验的到。喂，他来坐，坐嘛。不要坐了，没关系，反正能知道什么就跟他们解答一下。好。啊？怎么称呼？他招两。哎，你毛都盖起来。是哪里人？四川的哦，我是湖南人，话有点像。你是湖南的，对，那湖南的跟四川就差不多。对，哦，那个小姑娘是哪里？我是福州的。哦，福州的肯定，我们讲话就是四川口音有点重。没事，我听得懂。我去买饭茶了，没有来饭。我也去买饭了。他在国庆，你转转。那是两个姑娘走那儿来取点经验，我们互相学习。要不先买一下饭，我们再去转。哎，不要，你们来等。嗯，那他之前洗澡吗？之前可以洗澡。以前的我们都跟他洗澡，一个礼拜要洗两次。对，是啊。那他洗澡的时候会有什么问题？没什么问题。因为我们是做产品嘛，就是要设计给生老人设计产品，但是我们现在不知道主要问题点都在什么地方。我有以前跟他洗澡，就是在马桶上坐住。嗯。我要坐凳子，坐凳子怕摔嘛。奶奶好。奶奶。他懒得说话，哦，懒得说话，但是听得到哈，听得懂，你讲什么他都会听得懂。哦，你还在吃东西啊？没有，他是神经元他控制不了，嘴巴不关你动，他的神经控制不了。你说什么？李导，我们拍个纪录片好吗？李导。李导觉得没问题。李导应该等到自己来拍，去锻炼一下。哦。Hello， 我是李导。我是摄影师小李。啊，没有，就是其实我李导叫我小李就好啊。李导是他们说的，他觉得我是李导，叫我小李就好。就是我们现在又来到了这个康复医院。摄影师吗？这个小杨同学他说，我要多走动，要切机位拍实际。哦，好的，这是我们的同学青山树平，日本朋友。我们的日本朋友青山树平。这是我们张总。真的是神手，没有，真的是神手。发了。哎呀，他也，我上次给他诊断什么问题啊？就我们现在来请教一个专家，关于很多医疗器械的问题。
做一个课题，就是关于失能老人的，就是解决失能老人问题的课题。嗯。然后现阶段我们是想做个解决失能老人洗澡问题的产品。嗯。但是我们对于像失能老人以及包括像这种洗澡类的产品，是我们并不非常了解，所以说想问问您洗澡这一块会不会有一点什么？那你们现在产品已经出来了吗？还是说？没有没有，我们才刚开始，所以我这回回来就是因为觉得说我们对这个人群体，就我们设计的这个人群体不太了解，所以我们这次回来已经前两天来这边看了一下，然后昨天跑到护理医院去体验了一下照顾失能老人，然后今天早上也去老人医院逛了一下。哦，那就正常不是那种洗澡就这么小的对吧？他卖10万。有什么作用？气泡浴啊，有很多什么洞啊，还有气泡，或者是熏蒸啊，在上面给熏啊。是它底下熏的。对，还有蒸汽呢。是这样子的，就比如说这边是失能老人护工家属，把洗澡房流程大概就是自洁风，胸部进去，脑洞很大。不需要盖被子，它恒温的，怎么？撸狗去，撸狗去啊！撸狗去，遛狗去。现在这个点散步。我们终于见完了最后一个医生，是个逗逼医生。太把你这个逼逼掉，太强了。没有，就是个很可爱的医生，脑洞太大了。你看我们今天我们调研到这里。我们调研到这里，算吗？算是找别人的事情都结束了，然后回去自己虐自己了呀。对，回去自虐了。不，我是被宋老师虐。我们要先自虐，才能以防被虐。是虐完了吧？可以把摄影虐完。是的。可爱，嘿，笑一个 offer。笑一个。笑一个。好乖呀，这样就很乖乖。只要你乖，给你买条该。好了，刚刚我一过来就非常的激动，撸 offer 撸了很久，然后现在我们 offer 去上厕所了，然后我们待会儿要吃饭了，奶奶下来了，我们要下去打个招呼吧。在哪里打招呼？美丽阿姨有没有什么要帮忙？美丽阿姨，这是美丽阿姨和奶奶。美丽阿姨好。来，我们吃，嘴巴还在边，来吃点美美的。来，张总，欢迎。哎，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家乡福州，来到我们家里，欢迎我们来自于就是安徽的，好，浙江的，湖北的，还是湖南？湖南。我们三位哈，远道来的朋友来到远福州。所以我们今天玩得开心，吃得尽兴，谢谢阿姨。嗯。啊，对，但是没看他谈过。嗯。哇，你的毕业照哎。你可以给他加。看一下。哎，你们当时这个照片是学校给的吗？啊。你们这个毕业照。没有穿过绿的，国美的绿，没有穿过国美的蓝，直接穿国美的。是，厉害厉害。国美绿校服很好。我们这个校服被免了，改被免了，不是帽子。那你们这个照片是每个同学都有吗？还是自己拍？可以。梦中的婚礼。每个人都没穿。来，让一让，俺要拍一拍。我以前很喜欢这首《梦中的婚礼》，太棒了。我们准备出去遛狗了，你看 offer 他守在门口。主要是我们遛他。希望不是被他遛啊！好吧，现在晚上看不到了。
拜拜，阿姨。其实你看小屏幕看不到，放大都会只能看到一些，但其实还是蛮暗。那算了，我们开心的遛狗不录了。我刚才应该录一下这三个人这个忽悠我玩抖音的过程。不是三个人，是一个人忽悠三个人，忽悠了两个人加入了抖音。没有啊，我觉得好的产品就要让大家都知道，对不对？来介绍一下为什么好呢？抖音，我觉得抖音呢，用我官方的话来讲，我觉得抖音它是一个对就是对用户的知识层面要求比较低的，就是任何。你这算推广吗？没有。然后我的意思就是，我觉得各个社会阶层的人都能够在这个平台上找到自己喜欢的东西。然后，废物，这个 plus， 你这个 plus， 失败，这就是促进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啊，减少阶层的代沟，减少阶层代沟。我怎么不觉得像好话呢？我觉得这是社会意义。那从我们设计师的角度来说，就是去关注一些比较好的关于设计的一些博主，他们会通过视频的方式来传播一些作品，我觉得比我们观看平面和文字更形象生动。可以认真了。好，对，说白了就是懒。但是我觉得抖音还是得少看，因为你看多了之后就会总结就会容易形成，就是写论文结尾了，专注在那种碎片化的信息里面，你很难专注在去看长篇的书，所以抖音我就偶尔打开一下，不能长时间。好，所以现在开始看长篇抖音。太容易，我觉得你可以把你那个你拍的第一条抖音放上去。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，我有穿过人山人海，我曾经拥有这一切，转眼都飘散如烟。我曾经失落失望。